哦，是您来找对象？不是我，是他，对，是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先交200块钱。200块钱，我们还嘛也没看见，交你200块钱。这是婚介费啊，必须得交。这200块钱不白交啊，交完了之后可是我这儿的会员啊。会员是嘛意思啊？就是在我这儿登记过的姑娘，您那随便挑随便选呐。啊，是这么的，那就叫了，叫叫。您看看，二位别着急，慢慢找。你别说，还真不少。哎，条子，不错，这个不错。我看，就他了。不行，条子，这不行，这离异带一个孩子，这哪行啊？这怎么不行啊？结婚就有孩子，这不省事儿了吗？别呀，别省事儿好吗？这事儿我费点事儿没关系啊。你给我找个没结婚的吧。没结婚的，没结婚的，条件好的，有，别着急，有啊，有。看看这个，怎么样？不错，条子，这个不错。他没结婚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啊！就他了，就是他了。二位定了，定了，揍死他了！没错。再交200块钱，怎么还交钱呢？就是刚才不交过了吗？不懂了吧？不懂了。刚才交的那是入会费，现在交的呢，这是见面费啊。条子，今天我在婚介所给你填的表填的怎么样？啊，忘问你了，怎么写的？听着啊，男，28岁，有房有车，曾在外企工作，现在担任公司重任，现在有个人实体，存款若干。你写这是我吗？人不是你，我哪有房有车？你现在住那房子不是房子，这车不是车。这我借的，哎，那我哪在外企干过？什么脑子？去年咱在肯德基刷碗，你忘了？哦，这也算，多新鲜！这么写行吗？怎么不行？人征婚启事人都这么写。那一个人知道怎么办？看你这小胆儿呀，有这么句话，你舍不了孩子，套不着狼呢。喂，啊，是我，慢慢，明天见面，行啊，没问题呀，我们认识，好，好消息，条子，明天就跟那女的见面，真的，真的，走吧，咱去哪儿？明天都见面了，我今儿不得给你包装包装？走，走。太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不行不行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换个地儿吧，杨哥。咱这儿，你可太麻烦了。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？1个月。这是我的吗？哎，看见了吗？这件不错。杨哥，哎，980，太贵了。你懂得嘛？时尚啊，这件。我钱不够，让你借我点。啊？你们这还有便宜的吗？有这件，这件多少钱？这件打完折100。哎，这件不错。你带着钱了吗？有100块钱吗？100正好。哎，
这件好啊？好，太花了吧？你懂的嘛，时尚啊，最主要它便宜。就它了。你要什么发型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时尚怎么来？好嘞，看明星怎么给他打扮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哎，我可不要刘德华那种啊。啊，要什么样？周润发那种。哦，周润发。完了，好了，这就完了。对，这就是2005年最时尚的发型。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别人养的宠物是趴的，他养的宠物是站的。杨哥，他们怎么都看我呢？好啊，怎么回头率高呢？时尚啊！太难受了，算了吧，我。杨哥，我头发弄成这样行吗？你爱弄成马样弄马样吧。哎，哪个是啊？我只见过照片，我也忘差不多。杨哥，那是吗？差不多。大姐，您是不是在这等人呢？是啊。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啊？跟我有嘛关系？您是没关系，可是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啊。来来来，条条子快！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兄弟条子。你好，我是条子。你好。我那情况您都了解了吧？嘛情况？就是您在婚介所填表那情况。婚介所？就是。一先签婚介所啊？怎么了？您不在那儿登的记吗？孩子都有了。有孩子没关系，以后你们可以再生一个。再生一个跟谁啊？跟我呀。你他妈找死啊你啊。嗯，走，好吧。你是等人吗？条子，我还忘了问你了，你这对象摊子怎么样了？行啊，人家还给我买东西了。是吗？买的嘛？饼棍儿。他买个饼棍儿把你给乐的，这你也是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就不许给人家买点东西了？买呀。杨哥，这不正打算找你借钱了吗？你怎么又跟我借钱呢？你人家手机丢了，让我给买一个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，只能找你借了。你找个对象，我找谁惹谁了？这是，杨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找个对象多不容易啊。我容易啊，我啊，你别倒霉来了。杨哥，杨哥，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？女人天真的心，藏着冷酷的真。看不清我奢望的。太好了，谢谢，拜拜，明天老地方见。这不是条子的女朋友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嘛事儿？我问你点事儿，刚才那女的跟你嘛关系？你管着吗？你是不是送她一手机？怎么了？跟你有嘛关系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啊，她是你女朋友？不是我女朋友，还是你女朋友？
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一哥们儿的女朋友啊。你哥们儿谁呀？没错，就是她。看见没有？我有一张。妈的，让他把我给涮了，把我也给涮了，把我也给涮了，怎么还算你呢？他买手机那钱是我借给他的。杨哥，放心吧，那手机我没给他的。真的？赶紧退了去。退不了了。怎么的？我买的是水货，人家说不能退。你买水货干嘛呀？那不便宜吗？我不跟您说过便宜是当吗？现在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也不能便宜了他呀。来，来，嗯，小子，你还吃吗？不吃了。你要不吃饭，你叫服务员。你叫服务员，我把账结了。哪有你结账？我来呀、啊！你别跟我争，行不行？你别跟我争，你跟我弄这有嘛意思？来来来，没劲，别争，我来，我来，来钱，我来，别争，我来，别争，来，我来，别争，别争，只这顿我来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好了，过两天见面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。没问题了吧？放心吧，搞定。我走了，走了。阿娘，我新买的手机。亲爱的，你真好。喂，我是条子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啊，那去了。喂，你好，什么事儿啊？手机我给你买好了啊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。那太好了，那一会儿我们老地方见啊。行。老地方见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明天，明天我给你打电话。那在那哪呀？那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真的爱我吗？我当然是真的爱你了。你不会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好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对你呀、啊，那可是一心一意的。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吧，认识他吗？你认识我吗？
怎么来了？还有我呢。你怎么也来了？还有我呢。我还给你带来俩朋友。哎，来，旁边，好，坐坐坐坐。是卖熟记的吗？喂，谁呀？条子。啊，我没在家。我骗你干嘛？我真没在家。你要不信，你上我们家看来。杨哥，这不是你们家。不是我说没事你老找我干嘛呀？你老躲着我干嘛？你放心，我不找你借钱。借钱我也没有啊，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。那是我呀，我又看人一女的。看一女的，好啊。谁呀？丽姐。丽姐也没她长得漂亮，这姑娘长得太好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啊，我算是彻底坠入情网了。哎呀，我是不能自拔了。我真没想到这恋爱的感觉真他妈好。祝贺你，祝贺你又找到女朋友。先别祝贺呢，我这不有事还要麻烦你吗？嘛事？前两天我跟这女的把事挑明了啊，结果人家说，说嘛了？说让我等着，啊，那是等让你结婚呢，让我等下辈子。你该干嘛干嘛去吧，你说这事儿还没谱呢，要不得麻烦你吗？麻烦我干嘛？我想让你把当年你追丽姐那些经验和馊招啊，你都跟我那些绝招，都跟我说说，你教教我行吗？我那招教你没有用，当年是你丽姐追的我，不是我追的她。你甭管谁追谁了，反正你有经验，你就当给我上上课行吗？那我也上课，那我还得备备课啊。大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啊？怎么才能让一个女孩喜欢上一男的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喜欢上一女孩，我怎么才能把她骗到手呢？你要干嘛呀？哎，你别着急，我说的不是我，我说的是条子。条子？条子又要骗谁了？条子不是要骗谁，条子喜欢上一女孩，让我给他出出主意，怎么把这女孩骗到手，不是把这女孩追到手。哦，用你当年骗我的方法不就行了吗？你严肃点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条子让我给出主意帮忙呢。哎，我都忘了，我当年骗你的，不，我当年追你的时候，我用的是嘛办法来的？这个你都忘了？忘了。哎，你这记性可真不好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谁呀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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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杨哥，这嘛意思？我这不教你怎么追女的吗？这个女人的咒点有嘛关系啊？你认识字儿吗？这念弱，女人的弱点。这个女人的弱点有嘛关系啊？要怎么说你这人笨呢？有这么句话知道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女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？妈，就是心太软。你只要把这一点抓住了，她肯定跑不了。那我怎么才能让她同情我呢？
这就得发挥你的特长了。我嘛特长啊？编瞎话。你给他编故事啊？怎么编呢？怎么惨怎么编。条子，你不是说约我来有事儿说吗？其实也没嘛事儿。那你要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别别别，我真有事找你。我怕说了以后你会难过的。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别别别别别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行行行，你有什么事儿快说。就是我哥哥的事儿。你哥？你还有个哥哥？说实话，我一直瞒着你呢。小时候，我家里穷，为了供我上学，全家人省吃俭用，把钱给我交学费了。有一回，我哥哥病了，发烧49度。你等会儿，49度？39度。哦。高烧不退，结果没钱看病，把脑子烧坏了，到现在成了青年痴呆了。青年痴呆了？为嘛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我找不着对象呢？就是因为我哥哥，因为我要照顾他，我要让他跟着我，我要弥补我心灵的创伤。条子，真的假的？行，我一直想让你见见我这伟大而可怜的哥哥，今天我把他带来了。带来了？在哪儿呢？这就是我哥。哥，这是李青妹妹。你干嘛呢？差点变我嫂嫂呢。别说，还真漂亮。来，哥，坐这儿。哎，男朋友怎么样？出去了。阳光呢？傻了吧唧的，一直在家待着呢。哎，你看那个。小姐，您要的茶。谢谢。条子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看你一天嘻嘻哈哈的，没想到原来你这么苦啊。我苦点没嘛，只要我哥哥有生之年能够不受罪，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知足了。条子，你别说了，你真是男子汉，以后我来帮你照顾你哥哥。真的，谢谢你。来，我帮你喂他吧。上趟厕所啊！那你
快带他去啊！哎呀，江哥，丽姐怎么来了？我哪知道？赶紧把她弄走，要不然又打起来了。哎，对不起啊。你好，那个刚才坐在这儿的这个人是阳光吗？阳光，不认识。刚才明明看见了。丽姐，真巧，你来吃饭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交的女朋友李青，这是我夏丽姐。你好，你好，乔子，刚才阳光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呢？没有，就我们俩。乔子，你哥呢？你哥？我光吧？不是，就我哥。你什么时候有一哥呀？我早就有，一直没跟您说。姐，麻烦您千万别把他哥的事儿告诉别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，那个丽姐，你一块吃吧，坐着吃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，你们吃。哎，慢点啊。你先坐下，我去看我哥啊。啊。杨哥。谁呀？我啊，条子。出来吧，没事，走了。吓死我了，净给我惹事儿了。没事，走。桃子，你哥怎么在厕所蹲了这么长时间啊？闹肚子了。你别吃了，吃。吃。那、啊。我不吃这个。那你吃，这个。慢点啊，小心热啊！哎呀，慢点。丽姐。什么东西？夏玲，给我躲开！丽姐，我其实是他跟我。你哥不是一东西。嗨，兄弟，过来，你喝的不少了，你不能再喝了啊。没事。杨哥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又看上一女的。杨哥，这回你无论如何得帮帮我。我怎么帮你？我帮你一回，我倒霉没我还帮你。最后一回了。那我怎么帮你？你呀，我还没想好呢。要不？你先把这账给我结了吧。啊！杨哥，你这是跟谁呀？跟你丽姐。别呀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刀啊。谁跟他动刀？当年我就是用的这招苦肉计征服的你丽姐。这招灵吗？谁用谁知道吗？真的？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。李教练，帮忙带一下。
喂，哦，条子，什么？今天晚上？干嘛这么晚啊？嚯，你这干什么？你这是啊？怪吓人，大白天的。爸，我这演戏呢，你看我刚才那片像不像坏人？你不认，也不像什么好人。不干，你瞎折腾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来回的折腾着。你甭管怎么样，你看我这儿，哎，像不像坏人吧？不像，不像，不像。怎么呢？你看人电视里边，这戴上那个高筒袜子啊，特别像坏人。袜子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把钱拿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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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钱拿出来。他干嘛呢？不知道，大概是神经病吧。条子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其实你这个人也挺不错的。你真这么想啊？可是我想了，咱们俩确实有点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呢？我喜欢的类型不是你这个样子的。哎，你到底喜欢嘛类型的？我喜欢的是那种像施瓦辛格那种男人。你太瘦了。你别看我瘦，我这骨头里边全是肉。我喜欢的是那种英雄气概、勇敢的男人。我有啊，我勇敢啊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一会儿你就看出来了。哪去了？怎么还不来呀？急死我了！要二拿钱来！呀呵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持刀抢劫！哎，就不给钱怎么着？拿钱了，我让你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！有本事把刀放下，咱们单挑，单挑就单挑，谁怕谁呀？条子，你小心点。没事儿，就我让你认识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男人。你不拿钱，明挨着今天就是离的忌日。条子，你快点蹲着，我来。哪能让你送死呢？我来。哎呀，你不行，我来。我来呀。闪开吧你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打呀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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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这打出人命了，哎呀，别打了，求求你，别打了，哎呀，求求你了，别打了，求你，别打了，出人命了，哎呀。杨哥，哎，别打了，杨哥，杨哥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杨哥。杨哥，好点没有？好啊。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，这腿都支不了了。大夫说一个月也好不了了。
啊，腿都直不了了。嗯，我真不知道那女的练过，你知道吗？幸好那天她就用了两成功力，要不然你就残了。啊，两成功力，就把我打成这样，她要撒开了折腾，我不得把我折腾死我？杨哥，我看现在，我真心疼，我真对不起你，我。快别说，条子，我点事麻烦你。真巧，我这有事求你呢。那您先说吧。哎，别了，还是你先说吧。我说了，我说，你以后找对象你别麻烦我了，行不行？我说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没事求你了。别介，你有事您说吧，是吧？算了，我还是别说，说了也没用。到底是嘛事儿？您说呀。那我说了，你可得答应我。我答应你，你说。哎呀，杨哥，你让不让我说呀？你说，你说。我说了。杨哥，我又看人女的，咋？你腿直了？我连上了。别来这套啊，买的韭菜没有用，我求求你别折腾我了，行不行？你别麻烦我了，行不行？杨哥，你再帮我一回吗？我还帮你？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我只要一帮你，我准倒霉。再者说，你搞对象，你让我替你见面算干嘛的呢？这不凑巧了吗？本来我上网约人家呢，人家根本就不搭理我，结果呢，我把你照片给人一发，哎，人家同意见面了。你上网搞对象，你把我照片发过去，算怎么回事儿？你不长得比我强点吗？我想让你帮我跟那女的见回面，然后了解了解她到底是嘛性格、嘛脾气、喜欢嘛。然后你回来把她情况告诉我，然后你撤出来，我再杀进去，我就能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了。要这么说，我稀罕你呢。你这家伙是真贼乎。来来，喝酒吧。这个，万一他要看上我了怎么办？他缠着我，我怎么办？放心，就见一回面，下回不见不完了吗？那万一我要看上他了，那我就跟你没完。朋友妻不可欺。再说丽姐多好，你别不知足了。谁不知足？我就不愿意帮你这忙。别呀，这忙你一定要帮我，杨哥。我能不能搞上对象，全靠你了。其实我也纳闷，你长得比我强点吧，有限。那女的到底看上你哪儿了？不懂了吧？这就叫魅力。当初我们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那些校花都追我。来，来，喝酒吧。你说这么热闹，你网上认识这女的到底长嘛样？人我没见，不过看她那照片，
这女的绝对是一庶女，一看就特温柔。老板。跟你的说说我的快乐生活，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，虽然住着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八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虽然工作体面，挣的可不算多。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。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离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。搁谁谁都上火。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治，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别做。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。发财了您乐，您乐。赔了钱别难过，难过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得好啊。马上得往开手想，知足者常乐。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，我的快乐生活，快乐生活。跟你来说说我的快乐生活，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。虽然住的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八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虽然工作体面，挣的可不算多。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。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离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。搁谁谁都上火。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治，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别做。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。有钱了咱乐，咱乐。没了钱咱也乐，也乐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得好啊。马上得往开手想，知足者常乐。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，我的快乐生活。嘛钱不钱的，乐呵乐呵得了。